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因为面对到很多不同的压力，其实我们也会。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不被批评，不被评断，想要被平等的待遇，以及被平等的爱。我们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有的应该已经结婚不知道多少年了吧，在旧金山的结婚哪个地方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必须要说你们都很伟大，你们都比我更厉害。我最长也不到三年而已。你们真的超棒，我要向你们学习。所以记得大家一起签署，我们一起来，手上有笔可以用笔。我们因为成为亚洲第一个会让大家骄傲，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是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我爱的那么深，也许今夜